我就是你人生的退路，往前走吧，你身后有人。有件事情还是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半夜三点你别吓我，你干嘛这么严肃？那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找个人少的地方。你说吧，我准备好了。我可能还是想打球。你是说你想要复出？你先听我说完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赛场了，环境不一样了，世界在变，赛场在变，对手也在变。我感觉我很有可能是在走一步烂棋。不会，只要你想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呀。工作的话，我也已经找到不错的工作了，挺稳定的。重返赛场，变化太多了。要是打不出成绩，未来可能会很麻烦。林阳，你听我说，没有关系的。我特别高兴你能够回来继续打，真的，没有关系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你都还有我呀。你想，当初你追我的时候，还是一个穷学生，我也还什么都不是。我们一起再差，也不会比当初更差了，对吧？而且我现在积分排名已经世界第三了。你就算是再差，你也是世界第三的男朋友。你别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林阳，我就是你人生的退路，往前走吧，你身后有人。又笑，我难得说句认真的话。好了，我不笑了。快去练球吧，我这边也要开始忙了。你忙什么忙呀？你都半夜三点了还不睡觉，你得注意身体，知道吗？下次不许了啊。知道了。那我训练了。